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监狱堂的唯一亲人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就这么一个亲妹妹，长大后远嫁广东，就一直住在那儿，现在也被我们请到这儿来了。林狱长，你就是个疯子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赶紧放了他。 当然知道，但到中国来了之后，我非常诧异，你原本是那么文静娴雅，现在却和那帮反日分子一样疯狂，所以我只想看看。 其他的中国女人是否跟你一样是不怕死的？住手！白夜雨照，你赶紧住手！你不能杀他！没兴趣再跟你浪费口舌，再给你一天时间考虑，否则躺在这张床上的就是你的亲人，你好好的想想吧。 队长已经带人去虎丘了，朱立文也去增援胥门了。你们一定要坚持守住，军火库要有闪失，我毙了你！什么？吕门也发生爆炸？不要慌，我马上派人过去。来人！报告阁下，传我的命令，只留第三小队留守司令部，其余人员跟我到吕门。 捉不到共党分子就别回来。是。那边枪响，这边。走。走。走。
看来不让你吃些苦头，你是彻底不知道悔改的。偷袭到这里来了，快！在这儿你也得给我陪葬。带走，走，小心！哼！余生伦，余生伦，大小姐，算我还你个人情。北野太君，北野太君，君佐，北野太君人呢？